也感谢相关单位的一个宣导，让这块区域呢进行禁止垂钓捕鱼的一个区域，让富裕的生物们呢有一个安全的家可以居住。元柔的海产，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天然的资源，我们要保护它这个生态能够有序，所以才有今天在独木舟新船的毕业典礼上，用永续海洋生态的保育观念，划定一个保育区，来呼吁我们的仁西亚永续保育海洋生态的决心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这才是最好的新船。咱先保持要进步，保育要进步，一定要同心，同心。更重要，在同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要关心我们共同事物到底进度跟速度有没有符合民众的期待，所以我才会来开这样的一个座谈会。人和工这个变更案哦，他说变更这个问题了，一定要拜托咱行政院陈永启哦。你刷定哦，刷小的哦，那个产品哦，大家有的很优质，就是说有机的，你都没有配合，然后就来下面哦，你就做那种价值的那个小的事情，然后我来行销。城乡风貌、教育跟文化，强化三大主轴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万里发展哦，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。那我们万里县品牌打出来以后，我们的产值由3亿哦增加到13亿，那万里就整个就改变了。如果说这一块，要把它划定是在属于港埠专用区的话，它将来应该它使用上就可以比较多比较广的一个使用的功能。怎么样看这个市场的部分能够有一些特色的经营，或者是说其他运营的改善，这个我们可以思考。这个永续的保温，大家都知道都想说吃麦粒，还有明年八月16日到10月15日那个爆蓝有事不能量，我们继续参与专注，继续共同打拼努力，这永续的保温。万里是有能够撑多久不知道，我们是要永续，但是爱拼，我们大家都很照规矩的，但是海洋的资源到底会不会耗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也要为万里再找出第二条生意，所以在地创生的路线。为什么我要开青春山海线？这条船青春山海线划的是，左边是海洋，右边是山。来这里钓深度鱼，可以玩山，也可以玩海，这些都是我们真的要去进行发展，这个部分。啊，这个不是为事，只要为了万里好的蜕变。啊，通常没有事，我们要不然还有什么事？大合照。